小猫咪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来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？你要上一年级了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个就是过三关的门。我们做活动中心。哇，这是四年级在搬书本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你们的猫咪溜滑梯吗？是吗？猫咪溜滑梯，来看一下。猫咪溜滑梯来。哇哦！这是猫咪溜滑梯，说不定等一下看到姐姐，会不会？你们看你是几年级班的，好不好？哦，105还没来，老师都还没来，他8:30才开始。你看这个是，这是今天的流程。先报到，报到你是，你要跟老师说你叫什么名字，要领牌子。你是21号，对不对？是林颖，是不是？对。林颖，那你先跟妈妈先在这边，先在这里的，先等我一下，我们待会再做拍照。哦，好。等一下，我们老师要先帮你拍照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你好，我是百灵老师，那我们先过来拍个照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去那边。领养，领养小朋友，这是你的牌牌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领养小朋友，请看前面，手举高高，一位老师，啊，请看高高，一位老师，好，等一下，我们再一张，好，妈妈，我们先就定位，我们再设来，1、2、3，耶！游戏叫做过三关，那待会前面关主会有讲关卡的一个游戏的名称，那待会爸爸妈妈在你旁边会帮你拍照或者跟你一起这样子好吗？好，那我们因为现在没有按照号码，就会按照这个顺序大家一起玩游戏了哈。来，准备好的，来跟着百灵老师，我们105班起舞，走。家长可以在旁边来拍照喽。他要帮你拍照啊。来，我们跟前面的妈妈看。待会小猫帮你拍照哦。那我们这边第一关的部分有三个扇子，一个雨伞，上很轻的代表，因为我们要做个善良有爱
是你的新穿戴，对不对？这穿戴的这么大，可以直接换吗？啊？可以直接换成别的吗？换什么？可以换成妹妹的猫咪穿戴吗？你要戴这个穿戴吗？这个也很漂亮啊。